选前倒数，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一早九点钟出发车队扫街。同框到场力挺的是他前立委洪慈庸，陪同车队扫街，不少乡亲热情挥手鼓掌，还有人直接放起鞭炮。基隆选情战况激烈，候选人卯足全力扫街冲刺，不止拼实力、拼人气，更要催出选票。我觉得其实适应委员他是相对就是想法进步，而且在政见上面是最务实的一位候选人。那我相信未来基隆交给这个适应委员呢，他其实是可以带领这个基隆最好发展的一位候选人。蔡适应找来洪慈庸助阵，而对手谢国梁则是找新北市长侯友宜来站台。谢国梁，侯友宜来个拜场吗？自己当起麦克风手，大声喊话要跟乡亲挂干结，但近来被控涉嫌贿选，谢国梁怒轰是抹黑，决定反告蔡适应。到昨天为止，已经是连续三天了，提出的两起乌龙的指控，我们今天在下班前就会把我们的告诉状送到地检署去。可不是我叫谢国梁去贿选的，贿选的人是谢国梁啊，东西也是谢国梁买的，去送的也是谢国梁指使的。那这怎么会叫做这个抹黑呢？那我欢迎他提告了。我欢迎他提告的时候，再把这些资料拿给检调看一下。选前倒数候选人针锋相对，不止扫街，火力全开，也打法律攻防战，争取票票入轨。三立新闻林俊华、郭允松、宋翔，基隆报道。